39岁嘅向佐喺2019年同台湾女星葛碧婷拉埋天窗，婚后育有一仔一女，化身成绝世好巴。近年佢主力从事直播带货，不时都会同网民互动之外，又中意同员工打成一片。近日佢直播完之后，同一班工作人员去唱 K 玩乐，有人玩大话式之外，两名嘅00后少女员工仲同向佐一起唱歌。但向佐比佢哋大差唔多20年，难免会有啲代沟啊。向佐喺途中更加喺梳化上瞓着咗，人到中年确实系唔可以挨夜，都系早啲翻屋企休息啦。